录一个长视频，五分钟的。那天不是要看我吃猪蹄，吃完吗？整个吃完的。烤猪蹄和螺蛳粉最配的。直播封了两天，明天应该后天能解封。猪蹄都是真空发货的啊，真空包装，到货之后用微波炉打两分钟吃就可以了。愿意吃筋子的可以开袋即食。哎呀，忘了，这个是今天新研究出来的那个烤鸭头。太香。烤鸭头有两个味儿，一个是原味儿，一个秘制的。骨头好多，其实昨晚吃东西我都不怕，因为我有在查。没事，录视频没事。太香，太烫了。哎呀妈呀，烫死我了。